曹永廉、黄智贤、唐文龙、李思捷相识多年，最近四人不时合体拍片，日前他们就大玩真心话大爆料。当被问到最喜欢迟到的艺人时，曹永廉笑言有好多好多，但考虑到之后仍要合作，所以决定不答，搞到一班网民直言好冇瘾。之后曹永廉又被问到你最想打的艺人是哪个，虽然他未有正面回答，但就有留下线索，即时掀起网民热烈讨论。我问下念啊，好，你最想打的艺人是哪个？而家冇做的两个字的，我知边个。耶、yeah! ！我知我估到啊。当中有不少人猜测是江华，但曹永廉就否认，说错，而家不在香港。而另一个最多人估的就是王喜，虽然曹永廉冇回复，但就有赞好留言王喜的网民，未知是否有所暗示。